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那以后你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啦。大家好，我是 Jeffrey， 九点啦。今天终于可以见证到我朋友喜提新家了，也记得在你们跟发展商预约好时间后呢，准备抵达啦。因为发展商的整个交互部门的所有团队呢，都会准备好在这里了。首先呢，我们就很开心的步行到那个 VP Office 那里，就在 Ground Floor 的泳池对面呢。然后进去之后呢，你就找一个很漂亮的位置，开开心心的这样坐下来，然后告诉他你的单位。就在他们跟你稍微解释后呢，你就必须签一下，然后你就很惊讶收到一份发展商送给你的礼物了，真的是有买有送啊，真的很不错一下。过后这位负责人帅哥呢，就会带你去看看你的邮件信箱的位置在哪里啦，然后你就在这里还有意外的发现又有一个特别收纳包裹的电子安全箱，是不是很帅呢？然后呢，就可以搭电梯直接上去你的单位楼层啦，是不是很兴奋？可是在你去你的单位之前呢，那位负责人帅哥会带你去看看你家供来水电的地方。啊，你看我们左手边只是交锁匙而已，全部人都给你 standby 好了。交给你锁匙后呢，当然你就可以自己打开你自己的新家啦。进入单位后呢，负责人会详细解释屋里有什么，因为发展商有赠送一些部分加湿冷气和热水器等等。再来你可以观察到呢，只是加一个锁匙，可是发展商全村的人都会过来给你全面的细心检查。完了你们，还有爬上爬下一一帮你检查所有供电插头和水壶，真的非常用心。最后当所有的东西都检查完毕后呢，他们就会给你签，一直签，然后一直签，来啊，一直签这样子。啊 ，kick 来了啊，来啊啊，来来过来过来 ，kick 来了啊，过过过。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呢，哎，来说说一下朋友拿新家的感受吧。现在我要恭喜 Alex 啊，终于拿了 Google 的锁匙了，作为他第一个 batch 的 buyer， 因为很漂亮，然后也恭喜他，又多了一个 passive income， 离他能够提早退休的生活不远了。我是 Justin Chai， 今天是2022年9月1号，我今天陪我的朋友 Alex 来拿他的 property 的锁匙，所以我今天看了是真的很漂亮，我身后就是这个小孩子的这个 playground， 我都想要带我的朋友来玩一下了，所以我现在这边想要恭喜我的朋友 Alex， 今天他拿到他的这个这么漂亮的 condo。像这个的 VP 过程还蛮快的，就是半个小时里面就 settle， 就是他们每一个细节都会去 check， 都是没有什么发现到很大的 defect 啊。我就很开心，就是这个发展商呢，他做到很漂亮了。其实已经是买了第三间，这样对他的手工来讲，其实是毫无疑问是非常的漂亮。虽然说现在我有请 inspection team 进来，讲的我觉得是有点浪费钱，不过我也拿过去 check 过，应该说都是很漂亮的。然后再加上他这一次做的 facilities 都是很 greenery， 可以看到后面很 greenery， 然后还有 heater pool， 很适合他听大小一起居住啦。最后呢，我个人建议拿了锁之后呢，你也可以安排一个 defect team 来帮你做一个屋子的整体的检查，然后他们去给你一份完整的报告，那么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报告呢交给发展商的 management 帮你去做 touch up 就行了啦。大家好，我是 Jeffrey Chia， 如果想要看这个 Google Residence 的话呢，可以直接 PM 哦。那我们下集见。